什么我工作跑来跑去的，我去度假，跟朋友吃饭，然后回来我还要带你去住饭店呢？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。下话我回报你。伊布纳豆穿内裤都会跌到忙工作当看护兼司机大吐口水。医院纳豆因脑血管住院开刀，如今在家复健静养，都靠女友依依照料生活。快起床！李玉志，快点起床了。录制影片这天其实是依依30岁生日，她除了要工作，还要陪纳豆一起复健。来，我们再下去哦，走，再下去，有感觉？算了，因为他其实他的脚很少动，所以你他来就是要让他练后面就好了。三十年穿内裤都会跌倒，是因为核心肌需要吗？先给自己半年修复一下，我觉得至少要给自己一点压力。你的状况算很好，真的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个影片下来之后，大家都是。很多一样状况的都在私信我，都是说啊，你他穿太多。这个是因为他愿意动，其实给你多一点说要动。对，我才想要鼓励大家。还蛮舒服的，因为这个头会对他说比较好。嗯。你会发现，你现在如果坐的时候、站的时候，身体要往前倾，就容易不舒服。你就帮他记得，你要帮他把这个手往大松。好。他是最松，那因为他这边有管子，所以我不建议打到管子，因为他其实蛮正的。我平常自己对一直帮他这样，但是我这边就是用球。对，因为到这里会比较冷，因为他这样他就不会痛。附近玩的纳豆行程也是很满。Hello。哎，我完全是。再前面一点是不是，对不对？28。好哦。OK 吗？那就交给你咯，谢谢导演。大概我4点有开会，沒問題，好，大概我3点。OK， 好。好，今天是这边吗？我再跟你联络，看我弄弄。OK， 拜拜。我们要去住饭店了，开心吗？为什么我工作跑来跑去的，你去度假，跟朋友吃饭，然后回来？我还要带你去住饭店呢。因为你幸福的是爱心生活。OK 吗？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。下话我回报你。对。可是你没有报答我啊。啊，是这样子。生日愿望。第一个给你许，送你。几千年有很多的蛋糕，第一个也给你许。需要我的蛋糕。有更多的爱的，更多的人在。